at some point, I am going to eat a lot of food. HOTAN Night Market， 和田夜市很有名，和田玉也很有名。我原来打算在鱼龙茶室河那边找一些和田玉，然后把玉换成钱，然后把那个钱在这儿花掉，买各种各样的吃的。问题是我没找到玉，所以我就用自己的钱买各种各样的吃的啊。对，结果一样。I'm gonna get fat. I'm gonna get a little bit fatter. 这玉米饼是吗？对，玉米饼。甜的吗？甜的。怎么买？你没事，我可以先煮过。哇，我不要九个。能买一个吗？啊？我只想买一个，试试一个。只想买一个。可以试试吗？送给我，谢谢，多谢，多谢。哇。Slightly sweet， 有一点点甜，一点都不腻，一点都不油，一点都不油腻，好吃啊！九个十五块，九个太多了吧？一个行，谢谢，谢谢，拜拜谢谢，拜拜。Oh, look at these! These look amazing. 这什么馅儿？年糕。啊，芒果，南瓜，哦，南瓜，哦，那怎么卖？怎么卖？怎么卖？15块钱一笼。15一笼，好，那我买一笼吧。烧哪儿？哦，这里啊。That's the youngest manager I've ever met。你是老板是吗？不是。No, he's not the manager。要等多久？等10分钟。10分钟，那我就10分钟回来啊。好。好。这是啤酒吗？不是。这是什么？卡瓦斯。啊？卡瓦斯。哦，卡瓦斯，卡瓦斯。哦。If you don't know what that is, that's like bread flavored drink. Personally, I don't like it. 9:17，我9:27会去拿我南瓜饺子。I'm in Xinjiang and I have eaten a lot of tar since I've been here, a lot of lamb kebabs, but I haven't filmed it. So right now I'm going to go find some yarrow called tar and I'm going to buy some and eat some, and hopefully some烤馕。烤馕怎么卖？怎么卖？7块钱一个。七块。哦，十块。烤馕是怎么卖？5块。那要一个烤馕，两个羊肉串，谢谢。一共25。一个吗？一个两个？两个。35。烤馕是15。我没听清。好了，我一会儿回来拿，行吗 ？OK。你好，南瓜的好了吗？哇，刚好。好，谢谢。哇，好烫！哎呦。Oh, look at this. Right, I've got to go find somewhere to sit down, and I've also got to go back and get my 烤串。I'm a 烤馕。小心，我的串好了吗？还没，还有几分钟？5分钟。辣椒要，烤馕也带一下辣椒盒，谢谢。五分钟。这是什么？哦，羊蹄。哇。It's ready. I think it's ready. No, mine's not ready yet.
和田岩市这里天天都这么忙吗？真的吗？哇，对。马上马上，太好了。多谢，让烫的。好，行，让妹，让妹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和田的特色菜，但是我看了，我觉得哇，看得不错。嗯，哇 ，so good， 辣酱油也非常好。哇，哇。在中国之前我从来没吃过南瓜，我觉得对，现在我爱吃。嗯， time for 烤馕。这边是 walking stay， 好的。爸爸，我刚他们做烤串的时候，他们做好几串，然后把好几串放在一个烤箱里，然后烤上，哇，像一个特别大的肉夹馍。要不我试试吧，我试试。Oh yeah, oh yeah. Okay. So I went back and I bought 羊蹄。我从来没吃过羊蹄，那个啦，我觉得我就直接吃啊。我吃过猪蹄，猪蹄好吃，对我皮肤好。羊蹄对皮肤好吗？我不知道，有可能。哦，入口即化，真的。浪漫努力，都成真了。不好唱，浪漫努力，生命在藏着你的双手。